家估啦。咁啊，呢一条题目啦，做到 log 七减 log 五十啦。咁好明显个五十你仲要拆落去噶。咁啊 ，log 七你有噶，咁我啊写个 log 七落手啦。跟住系啦 ，log 五乘十啦。咁啊，当然 log 七你可以写翻做 b 嘅，其实。好啦 ，log 五乘十等于 log 五加 log 十啦。咁但你小心啊，前面有个负号又等紧你噶噃。咁所以你会等于 b 减开括弧 log 五系 a。log 十系一，咁但系啦，跟住拆翻个括弧走啦，咁你知道答案边个啦？系啊，你开括弧噶，你减 log 五乘十，咁当然啦，乘入边加啦。但系 log 本身前面有负号嘅话，咁数学你都唔系第一次遇见噶啦。前面有负号，你开个括号先咯。你有冇留唔开括号噶？系咪？好啦，下一条有炸弹嘅，咁应该搞唔掂你哋。log 十二。log 十二关咩事呢？最叻咪拆做四乘三系咪啊？四三一十二，哦，咁拆做六乘二啊？咩啊？乘数啊拆，你做咗拆加数啊？即系拆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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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十二次好冇？你 log 入边做乘数，你只拆得开一，拆做加数冇意思噶。四乘三啦，或者二乘二乘三都得，系啦。咁但最大問題啦，我拆做四乘三啦，我假設咁咪即係 log 四加 log 三啦。咁當然你就可能要諗下自己啦。咁關 log 二咩事？關 log 九咩事啊？四有二嘅，四擺到明就係二嘅二次方，咁即係二 log 二，咁就好容易嘅啫。好啦，但最大問題就係個 log 三關個 log 九咩事咧？關事嘅嚇，三嘅二次係 log 九啊。咁所以啦，我哋可唔可以將個 log 三寫翻做 log？开方九呢可不可以呢得不得呢即是 log 九的二分之一次方是啦那你发觉了就等于二 log 二加二分一个 log 九那当然了最后了你夹硬将个 log 三变成 log 九那就完了那当然了你说我三变开方九得不得的梗是No problem 啦，你个三根本就系开方九嚟嘅，咁点解要将个三变开方九？因为条题目就系得个 log 九俾我咯，咁我开方原来可以掹走佢，跟住又几神奇，好啦，完啦 ，boy。咁呢啲炸弹题目，如果你都搞掂啦，证明你咧用 log property 上用一得心应手啦，好啦，再落去啦，咁啊亦都有唔少炸弹题等紧你噶。呢条有冇答问题？咁再一次啊，你望落去就應該都幾有意味嘅。不過依咁嘅遊戲，我都係嗰句啦，我要你自己玩咧，就應該比較難嘅。好，原因好似第十八題咁啦。哇，三個等號喎，唔識玩好似。咁但係啦，唔好咁驚。點解呢原因啦，你見呢條題目啦，三個等號我哋不嬲要點做法㗎？三個等號，我哋平時要點做㗎？逐過嚟又唔使一元二次例如五嘅 A 次方會等於十嘅 C 次方啦。咁我會將五嘅 A 次方同十嘅 C 次方寫等號㗎。我唔理個二 B 次方住嘅原因。五嘅 A 次方等於十嘅 C 次方啦。跟住我選擇 log 咗佢嘅話，即係 log 五嘅 A 次方就會等於 log 十嘅 C 次方。咁啊 A log 五就會等於 C log 十。咁但係 log 十呢嚿嘢你記得啦，我哋用十進制嘅 log， 如果就撞返十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 a log 五原來會等於 c 乘一，即係 c 啦， log 十係一嚟㗎。咁同一道理啦，二嘅 b 次方我會等於十嘅 c 次方，我都係會睇十嘅 c 次方，原因同一道理，跟住你就可以選擇自己 log 咗去㗎啦， log 二嘅 b 次方等於 log 十嘅 c 次方。咁又啦，我跳少少步驟啦，即係 b log 二呢原来会等于 C 的都是。咁所以你话啦，咁关呢条题目咩事呢？关嘅原因 ,C over A 你约唔到揀啦，但而家约到啦。C over A 加 C over B， 我哋第一个 C 我可以写返做 A log 5。第二个 C 我可以写做 B log 2。咁你发觉 A 同 B 就约到揀㗎啦。咁呢条咁嘅古灵精怪嘅题目就係啦，叫你自己諗你未必諗得到㗎。你自己都是那句啦，當看表演啦，而家
啊。至于你看完表演之后，究竟你可不可以自己变回一样东西，就另一回事了。就好像看 Lewis 变魔术那样。即系好易啫，擦一眼就擦穿佢啦，好啦，你自己变啦，你自己试下变啦，睇你变得到啊？都系嗰句啊，人哋魔法啫，演眼法又唔系魔术，你估真系咁神奇咩？点解咁神奇咩？背后梗系又系遮遮掩掩噶啦，梗系有黑噶。啊，咁啊，啲观众梗系做妹噶啦，咁呢啲你应该知嘅，咁你当 performance art 睇啊嘛，啊，跟住又擦穿人，又觉得自己好威啲。佢哋做戏又苏切，浮夸你另一回事啊！你浮夸唔好睇 TVB 咯。好，唔系咁 TVB 又衰嘅。你睇啲即系好少少嘅魔法，好似以前我年代 David Copperfield 咁、大卫高柏飞咁，人哋冇咁烂嘅，的而且确又好啦。即系唔会隔篱有女观众问，女嘉宾问点解？点解唔会？人家好型咁样开场，一句嘢都唔讲，跟住好型咁散场，完系啊，系啊。咁背后有 background music 咯，你睇魔术啫嘛，你唔系睇人讲嘢噶嘛。好啦 ，lock 五加 lock 二加得埋嘅咩？冇个咁嘅答案喎。啊 ，lock 五加 lock 二系喎一，点解？因为可以写翻做 lock 五乘二，即系等于 lock 十啦。咁所以你话呢题目难唔难？难噶，你做 model choice 你见到几多少步骤啊？又唔可以撞喎，又捉唔到机喎，好烦噶。所以好，继续落去啦。呢条亦都系啦，咩 log a over 十等于二 log b expect x 哦？呢条咁易喂？呢条你点做啊？哦，变减数系咪？系咪二 log b 变减数系咪啊？得，跟住 log a 减一变二 log b， 我想问你怎样做下去啊？你嘅做唔到啦 ，fail。点解做唔到？原因我都系嗰句啦。呢条题目咧，人哋叫你 express a in terms of b， 我哋咪真系要掹走个 log 啊？要掹走个 log， 但你搞到条式跟住落，好似依一个款嘅，你点掹得走个 log 啊？两边又有 log， 前面又有 number， 哇，后面又多个减一，咁你死紧啦！咁所以我讲次啦，考 log 有时候真系噶，你谂错一边，你系输咗啦。呢条题目应该点做法咧？其实就系成个 log 整走去之前咧，你要将个二咧掉翻上去先嘅。啊，你反而要将个二掉翻走上去，跟住你就可以同个 log say goodbye 噶啦，拜拜。跟住答案就完啦。所以我做一次啊 ，log properties 唔难嘅，不过最大问题就系究竟咁多招要用边招咧？就算同一招都有唔同嘅玩法嘅，咁你发觉有时候你做咗一刻唔对路，好心你就自己谂下啦，有冇第二个方法可以选择条题目简单啲？咁 log 始终都系嗰句啦，点解好多同学好惊原因啦？明明得咗四个 boost 咁上下嘅啫，得四个 properties 啫嘛，整晒笼加埋换底公式。但係點解咁麻煩？因就係啦，一個 properties 你都可以用玩法啦。同一條題目你用唔同嘅 properties 玩啦，有唔同嘅結果㗎。啊，有時候真的會 fail 㗎 ，fail 又唔代表你做錯數喎，代表個方法唔 work 啫。咁你就諗下有冇第二個方法做啦。所以同一道理啦，呢條亦都係啦。太慢啦。下一條啦，第二十題一樣啦。你會選擇點做法呢？第二十題。你会选择点做法啦？第二十题有两个方法做噶，我可以两个都做晒俾你睇噶。第二十题，咁啊，第一个方法，我哋 log b 等于一加一 over 二 log a， 我哋可以系啦，将个一变翻做 log 十先，好似 log 屎咁。咁当然变做 log 十先有咩着数咧？就系啦，我哋将个一变翻做 log 十就同声同气啦，个个都有 log。咁當然啦，個二分一都要搬翻上去啦嚇，個二分一次方都要搬翻上去噶。咁啊，令到咧舊嘢都由 lock 開始，但係當然你唔好咁快就哦，咁啊 lock 咪即係拆得咯，唔係噶。係啦，你要乘埋噶，十乘以 a 嘅二分之一次方。咁咧，你至可以掹走個 lock 噶。咁當然啦，掹走個 lock 你就做完咗啦，係啊，練緊班舞啊，好。Method 1比較簡單嘅，不過當然啦，話就話簡單啦，
但是你会不会这么醒目，将个一变做了 loss 十呢？这个就很大疑问了。因为平时我们很少做这件事的，当然 loss 有教的。好了，当然你说了我不用这个方法，可不可以用第二个方法呢？其实都可以的。Method 2Method 2啦，如果我选择不将个一变做 loss 十，我根本都不懂这一招，究竟可不可以做呢？一样可以做，调过去咯，即是 log B 减二分一个 log A 会等于一，调过去咯，我哋平时做功课可能一样咯，调过去咯。咁啊 ，log B 减 log A 嘅二分之一次方等于一，咁啊，即系减啊，你即系除咯 ，log B 除以 A 嘅二分之一开方 A 啦，写翻就等于一。好啦，跟住呢度就要掹走 log 啦，一边有 log， 一边冇 log， 你掂唔掂掹走啊？是啦，咁 B 除开方 A 咧就会等于十几一次方，咁你发觉一样会做到条数嘅。咁啊 ，method one、method two 任你拣啦。咁啊，得两个方法掹走个 log 嘅啫，我讲过啦。当两边都有 log 嘅时候就好简单啦。咁我哋全一声就夹走佢啦。咁一边有 log， 一边冇 log， 我哋都唔掹得走个 log 嘅咁啫。咁啊，两个方法，咁啊，用你话事啦，因为两个方法步骤差唔多，啲嘢高嘅。咁我都有句啊，你個方法做得啱嘅話，你都用咩方法啊？你都會做到條數嘅。咩？好，有冇大問題？呢個第一題先。五點前一定做得啦。而家都第二十題啦，勁！我哋得翻十月左右啫嘛。哎，有啲睇圖嘅，一聲做完啦。好。第21題 Ratio 喎， log x 比 log y 等於 m over n， 咁當然啦，你照做囉。欸，好快㗎咋，打黑黐做完啦，好啦。咁當然啦，比例好難做嘅，我哋變返做份數先啦。咁當然你話啦，對住夠份數你識做啲咩嘢嚟講啦。俾你識做一樣嘢嘅啫，我估都係交叉相乘囉，係囉。n log x 等于 m log y， 但最大问题咧，你睇下五个答案啦，喂，其中四个都冇咗 log 喎，即系 log 可唔可以掹走佢啊？得，但系你掹 log 之前亦都系讲嗰样嘢啦，你要执翻个基本嘅款先嘅，即系左手边、右手边都系由 log 开始，咁你就可以掹走个 log 啦。咁但系当然啦，都未见到答案喎，人哋问你 x 喎。等於 y 嘅 m 次方，哇個 n 次方掹咗個隔離，咪變咗做開方 n 咯，係咪啊？即系 n 嘅一次方啦，即係依嚿嘢啦 ，n 分之一次方啦 ，dot 啊 ，dot 咩？係喎 ，dot 喎。咁難唔難咧？都係嗰句啊，見仁見智啦。呢啲玩嚟玩去都係三幅皮嘅啫，你覺得悶唔悶啊？我啲悶啊。好啦。當然啦，跟住落去咧，依幾條數我唔係好想做噶，因為跟住係炸彈四連擊啊，應該差唔多係條條都攞你命噶。咁我哋考試有冇可能出到咁難呢？好少可咯，講真。不過都係嗰句啦，嗱，依啲咧我建議你唔使用個腦諗噶，食花生睇表演啦，依啲試乜嘢啊？好啦，依條咧碌屎都有講噶，依條好鬼難噶，咁啊又係試啦。你見到啦，兩邊都玩緊二次方嘅，有括號同冇括號有咩分別呢？冇括號，二次方我不嬲就掹落嚟啊，係咪？有括號就冇得喐噶啦，有括號你就冇得喐噶啦，冇得喐噶啦。咁點算呢？點算啊？我唔識計添，除過去啊！唔好咁衝動啊！又如何？跟住太过，因为呢条 quadratic equation 嚟嘅，你自己变翻佢吓。y 二次减二 y 等于零，你有两个答案嘅 ，y 等于零或者二啊。呢条 quadratic equation 嚟嘅，将 log 捞落 quadratic equation 考，你写唔写？你话？咁啊，當然啦，答案冇零或者二個原因 ，y 等於零或者二啫。你要將個 y 變翻做 log x 嘅。咁有同學話點解整個 y 出嚟？因為整個 y 出嚟比你更加容易睇到係 quadratic equation 啫。咁你唔好選擇約咗個 y 走啊，約咗個 y 你唔見喺個答案㗎。
好啦，所以最后啦 log x 就会等于0或者2，咁所以啦，你要掹咗 log 好简单嘅啫，将个0或者2写喺度次方，个 base 咧就写翻出嚟，个 base 系 10，咁你就有答案噶啦。咁啊，依啲我唔预你一开始自己识做噶啦，你食花生睇表演啦你。咁呢啲你出到公开考试唔识做都唔紧要，因为有70%人都系唔识做嘅。咁你做翻个正常人类，你唔识做亦都好正常啦。当然啦，你识做就系劲抽咯。好，下面嗰条咧系个炸弹摆错位，个炸弹假嘅个，都系我哋做过啦呢条题目。系啊。log x 加 log 4等于 log x 加4咁，咪玩个类似咯。咁 base 10我唔写翻出嚟啦，我懒啦，我好啦。跟住啦 ，log x 加 log 4记唔记得会等于啲咩嘢啊？慢慢声写咯 ，log x 乘4咯，等于 log x 加4咯。跟住个 log 可以掹唔掹得走啊？掹得走，呢条炸弹假嘅，都炸唔死人嘅。3x 等于4，切咁就完啦。诶，炸弹喎、啊，炸！有冇大问题？咁啊，炸弹应该第24题嗰个位摆错炸弹位，这个炸弹架系拆咗嘅。24题嗰条就坚啦，24条嗰条炸弹真系劲抽啊！好啦，你做都未做就知系先。第24题又是三嚿嘢两个等号，你记唔记得要做啲咩嘢噶？其实三嚿嘢两个等号 ，Simultaneous equation 系啦，要自己拆翻开嚟写先噶。x 减 log y 等于二，哇，点做啊 ？x 减 log y 等于二。聯立方程，聯立方程啊！而家跟住仲有一個 x 二次方減 log y 二次方等於二啊！黐線噶，我唔知點做啦，我唔知點做啦，我啊唔知點做，呃你嘅，我梗係知點做啦。好啦，咁啊兩樣嘢啊，減十啊，寫錯嘢啊，我做咗減十啊，我搬過去啦，即係十二啦，又好啊。好啦。咁啊 ，equation one、equation two 啊，咁你会选择加减消加减消元法定代入法啊？任你拣 ，substitution 定系 elimination 咧 ？substitution 啦、啊，我都唔知点加减啦，系咪啊？好啦 ，substitution 要揾个嘢做主角喎、啊，揾边嚿嘢做主角咧 ？x 做主角啊 ，from one y 做主角比较难啊 ，from one 我哋知道 x 减 log y 等于二啊，即系 x 减二等于 log y 啦，系咪？咁啊，我用 log y 做主角啊 ，log y 等于 x 减二，写好少少咩啊？啊唔系，写得差咗少少，负 log y 等于二减 x 系啦 ，log y 定 x 减二，咁样易啲好啦。跟住啦，将个 log y 塞入去，唔系、哦，喂，第二条式又 log y 咩 ？log y 二次我有。啊，咁所以咧，我哋要做多少手脚先嘅。第二条式我不如咁啦，第二条式 x 次减个二咧，晨早搬落嚟先，二 log y， 咁你塞落去就易啲啊，系啦，咁就会易啲塞落去。如果唔系嘅话，都比较麻烦。好啦，跟住13 into one 啦，13 into 二啊，应该系，咁就会变咗做 x 次方减二乘以 x 减二等于12。哦，一天光晒啦。揿 cal 咯，揿 cal 前你都执你条色先嘅，系啦，帮我揿 cal 咯。x 次减 2x 加4减12，即系减8等于0。x 等于4或者负2，系咪啊？哦，咦喂，冇咁多答案嘅喂，2或者负4又有。是不是读错机呢？哎，不是，没读错机，人家都不是叫我们找 X 找 Y 嘛，
如果又或者又如果答案有四，我负二，你圈咗，我惊你。一定圈咗，人哋叫你揾个 Y， 咁死啦，点揾法咧？咁当然啦，我哋试下咯，依、這个咯好啦。当 x 等于四嘅时候，或者啦，我哋写好少少啊，十依边啦，轮到依边啦，依、這个真系有炸弹。我话十 x 等于四，入边条式去计 Y 好啊？一定二啊，梗系十六三啦。你有识三噶嘛？咪 log y 等于四减二咯，咪即系 log y 等于二咯。咁咪 y 咪等于十嘅二次方咯，系咪？咁你失落三度，咪搞错啊？依条啊？咁啊，你起码计到一个答案啦，一百。咁应该仲有另一个答案噶，自己计埋佢。咁啊，答案应该系 dot 啦。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十嘅二次方，一个就应该是十嘅负四次方啊。咁呢条难嘅难都派我噶。咁今次我哋 UT Session B 啦，有啊呢条啦就系、是，不过就 long quiz 唔记得咗好似俾六分定七分，俾咗 tips 你哋啦，自己小心啲啊。你哋今次 UT 啊 Session B 啊，有啲咁嘅题目啊，啊 Session B。要有翻咁上下難度，至出到 session B 噶，咁咪simultaneous equation咯，有 lock 咯，咁咪攞你哋命咯。系啊，捐咗啦已经。你仲有一个答案系十嘅负四次方噶嘛，应该。呢、这个一百啦，你仲要收翻 x 等于负二啦，入落第三条式度啦，不过自己继续计落去啦 ，do it by yourself 啦，跟住真系，咁你就会圈到 D 噶啦。好，有冇大问题？呢个答案唔 fit 噶，好啊，第廿五题唔 fit 噶，第廿五题 log 再加不等号都系攞你哋命噶，点解咧？又试一试啦 ，log 吓系有几难啊？啊！我咁样喂，系假炸弹 ，log 零点一笃机都知系几多啦，系咪啊？负一 ，log 十咧，一啊，切假到个炸弹，答咩啊？答案咧咁，负 x 大过一咁咧，跟住咧 ，x 要点啊 ？x 要点啊？啊，细个啦。负一啊，二啊，个负要掟过隔篱噶，一掟过隔篱嘅时候，不等我要反转啦。呢、這个炸弹啊，假假地啦，不过好多同学做错嗰啲，唔知点解啊。好，咁你哋冇做错，就证明你哋 ready top band 运到啦。嗱，跟住越嚟越变态噶，第六题，咁你见到 lock 咪有 alpha beta 添啊，系啊。嗱，又系啦，个炸弹流流地嘅原因，哇 lock。Alpha 加 log beta， 哇，好难啊！梗唔系啦 ，log alpha 加 log beta 等于咩啊 ？log 咁样做加数即系咩啊？乘啫嘛，即系 log alpha 乘 beta 啦。咦 ，alpha 乘 beta 几多咧？仲记唔记得啊 ？alpha 乘 beta 系 c over a 喎，系喎。今次个 c 系六，个 a 都系六，系咪啊？即系一喎。切 ，alpha beta 一嚟个 log 一，即系咩啊 ？base ten 啊 ，log 一 ，log 一 base 乜都好啊 ，log 一定系零噶啦。个炸弹又流流地嘅，不过啦，一捞 alpha beta 啲同学即刻 alpha beta， 睇下即刻窒一窒啦。咁啊，一样啦 ，log 都可以捞分顺考噶。啊 ，log 我做一次啦，其实咧充满呢、這个。叫可塑性啊，我哋叫做佢捞落边个 topic 考都得嘅，其实。所以咧，你话啦，咁啊咩啊，捞落边个 topic 死边个 topic 系噶？捞翻上游啊！咁我 K， 你个 K 呃人嘅冇用过嘅。好，冇大问题，廿七啦，嗱都话啦，好快做完嘅就好啦。27好，27咁就
x 等于呢嚿嘢，咁之前啊有同学做啊，已经就同我讲啦，阿 Sir 已经唔记得晒呢样嘢啦。fx 加一即系乜东东啊？咁咪输咗啦。嗱，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啦 ，fx 等于 log 2x 减 x， 咁啊冇括号噶 ，log 2x 系一嚿嘢 ，x 系减 x 系另一嚿嘢。咁啊 ，base 10我唔写出嚟啦。咁诶，成日写 base 10好烦嘅，其实。好，咁但系咧 ，fx 加一系乜东东咧？记唔记得点样做啊？系啦，你只需要将个 x 将 x 换做 x 加一，咁所以啦 ，log 二跟住括 x 加一减呢个 x 加一。好啦，将啲 x 换翻 x 加一，咁但系你要执一执靓佢嘅，如果咩咧，你做唔到噶。好，咁点做法呢？好简单嘅啫，我哋会变咗做 log 二 x 加二乘入去啦吓，减 x 减一咯。点化简？我唔识啦，跟住呢嚿嘢化唔化到简啊？咦 ，log 二 x 加二，可唔可以化简啊？唔得啦，唔得啦，啊唔系，佢叫我做减数啊嘛，试下减下睇下得唔得先啦。fx 加一减 fx， 咁啊 fx 加一我头先写咗呢嚿物体啦 ，log 咩二 x 加二啊？唔系，个二乘唔乘入去噶？其实我见个答案个二好似冇咗嘅，喂，好似唔乘，好似好啲喎。唉、哎，唔好乘住咯，嚓嚓嚓嚓嚓，唔，唉，唔知啊，照写先好啊 ，log。二我唔乘入去之后 x 加一，跟住减，不过后面都要拆股嘅，减 x 减一，你点都要拆噶啦。个二啊唔乘入去住，亦都唔拆做加数个 log， 我唔知啊，摆喺度食花生先好啦。跟住减 fx 啊，记得减 fx 要开括弧噶。咩叫开括弧呢？就系、是、啦，你减成个 fx 啊 ，fx 本身系 log 二 x 减 x， 哇，好复杂呢条式。都系嗰句啦，见到就复杂啫，其实好简单嘅。原因你减呢嚿嘢，咁啊有啲嘢可以 cancel 下嘅。例如个 log 啊，唔系个 log 二 x 仲喺度个撞鬼 ，log 二 x 加一减 log 二 x， 咁咧减 x 睇先啦，减 x 我哋跟住执翻嚟啦，减 x 减一，跟住负负得正加 x， 咁我减 x 加 x 应该唔见咗嘅，系咪啊？跟住两个 log 做新相减数，我哋可以做呢样嘢噶。咁咪变咗做 log 两个 log 相减，咁咪即系变咗做除数啦。二 x 加一 over 二 x， 诶个二就可以约咗啦。跟住减一，哦做完咯，答案系 log x 加一 over x 减一，掂，搞掂，答案 P K 啊！冇答案嘅，你话俾我听答案乜嘢啊？我真系拗晒头。咦？做乜鬼啊？做错咩？错。诶，我冇做错，唉。唔系答案都冇错，不过答案好矛。点解咧？唉，你哋啲凡夫俗子都睇唔到噶啦！哎呀，佢将我一写翻到 lost 十啊，竟然，跟住再玩多一次啊！系啊，真系黐佢个孖筋啊，系啊！咁啊，呢条真系有炸弹啦，呢条炸弹见啦，炸死晒啊，真系！将埋个十掟埋落个粪堡度啊，哇，跳晒楼啊，真系！终于见到答案系 dot 啦！你叻咯！咩啊？即系一边有 loss 十，跟住减咪真系除啊嘛，咪除埋过去咯，掟落份母度咯，将个十。咁啊难啊呢条，呢啲题目你唔识做唔紧要啊，你唔识做证明你系凡人。问题我就咁减一得嘅，冇问题嘅，我都唔知道你要拣将个十掟埋落去。好啦，再讲次啊 ，lock 咧系比较麻烦嘅，一考 properties of lock， 我讲过啦，就算你明知系考 properties of lock 啦，你做做下都唔想做噶耐啦，跟住落去啦。仲有十分钟，唉，好简单嘅啫。我哋就系做晒啲 multiple choice 嘅啫，啲短题目留翻俾翻屋企慢慢做噶。所以我哋今日仲有几多条 multiple choice 要去咧？一、二、三、四、五，五条啫。后面啲 soft quiz 你梗系自己做啦。
仲五條 bubble choice， 我哋今日講多五條 bubble choice 就完噶啦。好，第廿八題，咦咩嚟噶？哎，終於到啦，換底公式 ，change of base formula。玩換底公式，你記唔記得點樣玩法嘅咧？嗱 ，log with base four 你做唔到，要篤機都篤唔到噶。咁啊，我哋有兩個做法嘅。如果唔靠篤機嘅話，我哋可以做啲咩嘢咧？我哋就可以做依樣嘢先。二咁大啦，我哋做依樣嘢先。換底知道點換底嘛？記唔記得啊？即係咁啦。咁當然你就話啦，使唔使一定要換底至做呢條數呢？其實唔需要嘅。咁但係 method one 我做一次俾你睇先啦。如果你話合埋眼就換底，咁你就會做到咁嘅款啦。啊，換底公式記唔記得㗎？你哋喺碌屎應該第幾頁咧？第九頁有講㗎啦。換底公式第九頁有講㗎啦。咁啊，當然你話換完底之後都要做落去㗎。咁點做呢？咁啊，有陀就話二啦，係啊，乜都二啦。好啦 ，log 二乘以二嘅二分一次方啦，再除翻 log 二嘅二次方。咁但係啦，你唔好諗住個二都揀啦，我哋要用 log of index 噶，呢度一次方，呢度二分之一次方。咁上面夾埋啦，所以就有 log 二嘅三 over 二次方噶啦，兩數相乘，指數相加，下面就 log 二嘅二次方，跟住再將個指數搬去前面，你個 log 二就約得噶啦。跟住就篤機計答案啦，都唔篤機都得啦。答案應該係三 over 二再除二，即係三 over 四咯。依個係第一個做法。當然啦，你話啦，我唔換底，做唔做到呢？一樣做到。換唔換底？你 keep 住個 base 4嘅話，咁首先你要搞二乘開方二啦。二乘開方二你都要搞依樣嘢嘅，就係 log 4啦。跟住呢個就係2嘅幾多次方呢？頭先2開方要我做一次啦，就係3 over 2次方。但係最大問題啦，你唔換底嘅話，一個底係4，上面個 number 係2，你做唔到落去㗎。咁你要將個2寫返做乜嘢呢？將個2寫返做4嘅二分之一次方，即係開方4。咁呢個就有難度啦，唔係個個做得到囉。點解要夾硬將個二寫翻做四咧？原因你要同個底溝通到嘛。咁啊，多一句啦 ，method two 反而難嘅。咁啊，我唔建議用嘅，不過你識用嘅你用啦，一樣做到三 over 四出嚟嘅。Yes。篤機啊，唔該。即係三 over 二除二，而點解等於三 over 四呢樣嘢唔篤機點會幫到你啊？你不如落翻去小學六年級啊，唔係四年級嘅小學四年級教呢、這個。唉，小學四年級有教㗎。啊，三 over 二再除二，咁將大份數線寫翻就除好，除好就變成好，係啦，咁就應該冇問題㗎啦。好，得唔得？咁就繼續落去啦，換底公式我做一次係比較難搞㗎。咁啊咩 A 等於 log B with base 12，人哋問你1 over A 幾多喎。咁呢啲都係考換底公式㗎，點解換底公式嘅原因就係咁啦。log B over log 12，我哋如果用換底公式嘅話，寫用咁嘅款啦。A 我哋可以寫返做 A over 1啦。跟住啦，人哋問我1 over A 咯，咁咪做完囉。log 12除 log B 啦。因為人哋問我一 over A 嘛，咁分子分母調轉咯。咁呢啲我講一次啦，你唯有食翻身體氣嘅啫。因為呢啲我估你都唔識做噶啦，玩下手。因為我話俾你聽，呢一條真係文憑試題目啦，即係近代嘅題目。我俾啲中學同學仔做，都係得個三分一人做得到。個三分一同學唔使我多講嘅，由邊班嚟啦？嘅由 boy 班、C 班。咁啊，你哋呢啲都係嗰句啦，睇下你哋聰唔聰明啦嚇，聰明應該做得到嘅。人哋無端端失驚無神換底公式，人哋又唔提你喎，係咪？好，呢度有冇大問題？咁啊，到最後啦，仲有兩條講埋完啦。咁啊，最後啦，嗱，
千歡萬悶指出來啦。你話之前呢題目九嘛，呢條新啊2013年嘅題目。咁啊 ，y 等於 a 乘 b 嘅 x 次方。人哋問你啦，下面 a b c d 邊幅圖係啱嘅咧？咁當然你可能問啦，喂，關你有關係咩兩幅圖？有我嗰個不嬲有關係噶啦，上面嗰個就 上滑梯嘅指數函數啊，下面嗰個就 log 嘅，不嬲 log 同指數都有關係啦。但最大問題咩關係呢？唔識咧，梗係唔識啦。答案係咪C？不如做一次俾你睇啊。咁呢啲其實考啲乜東東呢？好簡單嘅啫，明明好人好者一條色。点解无端端关 lock 事呢？原因好简单嘅啫，我哋加个 lock 俾佢咯。好啦，咁啊，都系嗰句啦，你食花生照睇照抄先嘅啫，估量。有咯，咩2013年咪考咗咯，公开考试。你迟与早嘅啫，你哋都系。公开考试考嘅，你估我哋学校唔考咩？你一样咁啊，系咯，我将个 x log b 写喺前面啊 ，log a 写喺后面啊。好啦，当然啦 ，log 完啦，咁样咁咩用啊？差得二啊？差得二啊？差得二啊？呢啲有咩得意啊？我唔觉得好得意喎。不過呢啲咧，原來好有名嘅。如果你問我，你如果你問隔離 boy 班嘅同學咧，佢哋有一個 chapter 係專門學呢一樣嘢嘅。而一樣嘢咧，碌屎有講嘅，不過書就冇提過嘅，就係叫做第15页 logarithmic transformation。咁我哋 core math 考得好得好少嘅啫。咁我係咁講講算啦。打你碌屎第15页啦。咁啊，如果你第時咧，如果你要讀 bio 或者 chem 咧，要做實驗嘅話咧，你有機會用呢樣嘢嘅。你不嬲啊，啲高 rate 啊、reaction rate 啊，不嬲都唔係直線嘅。但你哋做，你做有冇試過做叻啊？有冇做實驗啊？使唔使畫圖啊？暫時唔使啫，遲早要噶啦，係嘛？你做 experiment 始終都要畫圖噶啦。畫圖多數我哋畫直線嘅啫，係嘛？係啦。咁但係最大問題啦。如果本身啲嘢係曲線嘅話，我哋翻我哋畫嗰直線點算？嗱，聽住啦，好有型㗎呢一招。明明係一幅攣嘅圖 ，y 等於 k a x 方。如果我哋夾硬將條色好似頭先咁 lock 咗佢嘅話 ，lock y 等於 lock k 乘 a x 方，跟住拆翻開啦。呢款翻個走走連咁嘅色出嚟啦，我哋頭先走連咁嘅色出嚟啦。跟住 lock y 等於 lock k 加 x lock a 啦。咁關咩事呢？原來你啲塑膠就話啦，咦，調色吹完下自己啊你，原來佢係直線方程嚟㗎 ，y 等於 mx 加 c， 原來佢係直線方程嚟㗎，吹完下自己啊，下次你見到邊個損色，原來啲塑膠話好靚就係直線方程嚟㗎。原來跟住就變翻到直線啦。翻翻我哋條題目啦。當你 lock 完佢之後啦，咁即係代表咩意思呢？就代表而家啦，我哋 lock 完啦。y 就會等於 mx 加 c 啦，原來一條曲線就會俾你咁樣一嘢咬翻到直線啦，即係明明係攣嘅佢，跟住而家變翻直啦，係咪好神奇咧？好啦，但係當然啦，點做落去呢 ？slope 係個 log b， 冇所謂嘅 ，seven 嚇你嘅啫，講真 ，log 佢中意咩 base 都得噶，因為你自己加 log 噶嘛呢個位，我中意 log base seven 冇問題噶 ，base ten 又得，佢 log seven 嚟 seven 我唔寫出嚟添喎。好啦 ，b 喎 ，slope 係 log b 喎 ，y intercept 咧就係 log a 啦。好啦，關咩事？直線方程記唔記得點樣睇 slope 同 y intercept 啊 ？slope log b 啊，死啦！喂，正定負噶 ，log b。人哋唔俾 number 你喎 ，log b 係正定負咧，
嗱，咁又睇下你第七课叻唔叻啦 ？Sir 滑梯 Sir 紧落去个人嘅而家，边个负咩？嗱，而家 Sir 滑梯 Sir 落去，究竟 A 系几多 ，B 系几多咧？死啦！第七课嘅 Sir 滑梯 Sir 落去，你记得指数函数得两本嘢，一系就一飞冲电去，一系就 Sir 滑梯啊嘛。A 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本身咧 ，Sir 滑梯，你记唔记得？这个 number 是1的嘛，现在是3的，那所以呢个 A 呢其实是3来的， B 呢就不知道多少的，不过 Sir 滑梯 Sir 下去的话呢，个 B 呢你都不记得了，点数来的，哈哈，好了， log 一个点数是负啦，而 log 一个 A,log A 是正的， log 3我正啦， log 点数就负啦，那所以啦， slope 是负， winter 是不是正？可以遲啲講嘅呢個。考試撞啦！點解呢條冇炸彈啊？因為該班用嘅。因為呢份碌屎我之前俾該班用嘅，而家特登為咗你哋，我加翻兩個炸彈落去啊！特登為咗你哋，我加翻兩個炸彈落去啊！咁你放心，我哋今次 UT 的而且我冇呢樣嘢嘅，但呢樣嘢你點都要學一學噶啦。原因你放心啦，第時如果 Cam 同拜安要用到嘅話，我相信佢啲老師會教你哋嘅，再唔係佢會詛咒我嘅。嚇、你數學未學過咩咁？係啊。啊。咁教父咯。咁啊，再嚟啦，試一兩條啦，呢啲係近代題目啦。莫生嚟啊，而家完全滿足你啦，近代題目。咁係啦 ，y 等於 m n x 次方，但你見到條直線喎，咁即係代表咩意思啊？又係啦，係啦，你要換啦，咁啊，你要將佢本身係攣嘅咩啫？去明佢，你唔好睇小佢。好，咁我跳少步驟啦。跟住啦 ，log y 等于 log m 加 x log n， 咁又系啦，个 slope 就系个 log n 啦，因为个 slope 系黐住个 x 噶，咁呢个就系 y intercept。咁啊，而家人哋叫我哋计嘅系计个 n， 好明显啦。啊，呢条线个 slope 系几多咧？要计一计先啊。slope 系救命咯！救咩命啊？y 2减 y 1x 减 x 一啊，咁你快啲翻屋企温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啦，系啦，咁啊，最后啦，咁啊，哦 ，slope 系二，咁你个 log n 系 slope 喎，咁所以啦，个 log n 咧，你如无意外就系二啦，咁当然啦，个 n 系几多？咩二次方咧？啊，唔系，个 log 系咩 base？ 我想问下，你个 base 系几噶？三啊，死啦，咁我哋用翻三先。呢度啊，佢个 log 原来有三进制，用 base three， 咁我哋要跟风啊，用三啊个 log 都要。如果唔系你做唔到答案。唔知做乜嘢？佢有一步已经。放心啦，输咧都好教嘅，而家输都觉得呢部分系深嘅，你试下呢部分输就冇乜嘢翻嘅。咁啊，多讲句啦。隔離該班人哋係嘥一個 cycle 去學呢一樣嘢啦，七堂 M1 啦，佢哋應該補兩課，佢哋應該補兩堂學呢一樣嘢噶。放心啦，我哋 GMAT 咧考呢啲咧，只不過會喺 multiple choice 度出嘅啫。隔離該班咧做呢啲咧，佢哋係成條 long quiz 接近12分左右嘅。啊！所以我哋咧，你學一學就算啦。如果你話我識呢啲咁，你勁抽啦。Multiple choice 又啱嗰條啦。你話唔識，到時候啦，唔該。最後啦，俾少鐘我啦。你係唔識嘅話，唔該。到時候見呢啲題目，三秒鐘撞咗佢，下一題。你連睇題目都唔好嘥時間。真係㗎，你睇題目冇意思啊！你估到邊個答案？
隨便你計啦，但你一計嘅又好難計喎。你就算識計都計成兩三分鐘啦。所以下次如果你撞到呢類型題目啊，你 skip 咗佢啦。當然啦，我都係講，我都係講嗰句嘢。點解我筆記都放住呢啲題目出嚟咧？原因我都有一個期望，係你哋咁多同學總有一個會識嘅，係咪？好。嗱，剩低嗰啲短題目啊 ，last 嗰條 model choice 我唔做啦，你自己試下翻屋企做咗佢。好，短題目自己做埋佢，係咁多啦。